第一个，全智贤的鸡胸肉奶昔，四天甩4公斤，太夸张了。跟大家说明一下，这个鸡胸肉奶昔就是把这个鸡肉煮熟撕开之后，加牛奶跟核桃还有香蕉哦，然后把它这个放到搅拌机里面，搅成一杯像这样子，超级恶心的东西。对啊，超恶心。听说全智贤是喝这个时候，来，觉得有效的请举圈，没效的请举叉。有效，有效，只是这个哦。马上喝。我们的身体的很多材料的主要来源，所以这样子长期吃呢，会产生酮体，而酮体会造成我们包括意识昏迷等等的症状，还会产生一些神经症状，有些病人就是会有这样，会有意识的改变。所以这个不能长期使用，当然不行，这四天可以了。但是我觉得如果要好吃一点，就分开来吃就好了。可是问题是，对啊，我就吃香蕉，再吃核果，再吃鸡肉就好了。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好一点，对啊，而且它更饱。